这里有问题。列文。这里有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是属于第三个图的第三个图。啊，就是南极和列极啊。啊，就是手太阳小长鲸，这个小长鲸。尤其是内地亚的李炫勋。就是在这里啊，我们在这里啊。也和第六是不太一样。巴斯马利，谢谢。就这条。哎，所以我们治疗按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。你打不起血了，是不开始打。他说：“你再给他展示一下，这个如果要是做不了动作的话，按哪个经络？”这个地方我们有时候他搭肩搭不了啊，这搭不了啊，搭不上来。是我们后侧肌群的问题，一般的都是这个问题。就是在这个位置。啊，不是呢。这个位置的话，我们是属于小肠经去管这条位置。啊，就是后面。所以我们治疗的情况下，我们治疗的情况下啊，等会儿，我们治疗的情况下就是还是以这个为主啊，治疗这个地方，我们去点按它，然后去揉它，这样去揉它，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受伤这个地方要去揉它，啊，还有这里，这个地方，啊，这个地方叫少那个这个后溪穴，挨着都是个后溪。这个后溪穴，然后这条去做，按照这条去经络去做，它能够缓解后侧的肌肉的疼痛。哎，是的，位置这些包里啊，啊，还有我们上举举不了啊，哎呀 ，A 举的痛，哎呀，就这样啊，然后是这样的，啊，是这侧有问题。这侧的话，就是我在我们中间看到我们中间那条线，就是上三角形中间那个痛啊，是这里 ，look。